什么？谁叫你把我妈妈的脸画成这样的？你是金发碧眼，你妈也应该是金发啊。不，我妈妈是中国人。中国人头发都是黑色的，你妈妈是吗？我妈妈的头发当然是黑色的。你骗人，你妈妈应该是金头发。我没骗人，我妈妈的头发就是黑色的。那你肯定不是你妈妈亲生的，你是你妈妈剪的吧？剪的，剪的，剪的，剪的。不是我妈妈亲生的，不是剪的，你就是剪的，就是剪的。怎么了？默默打我。默默，默默。挺好的啊，就是那小家伙太调皮了，回去得好好教一教。哎，木木，木木别跑了，木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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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，老爷啊，您是？我是他老爷，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说我不是我妈妈亲生的，是捡来的。谁说的？你告诉我，我找他评理去。